掉了也放掉了，可能要放尾车了，但是这波下车之后，骄阳没想到PO就在自己家了，反秒了，可以救，但是过年有车的车线还是被宋江打下来了，宋江连接两人，这个只剩头车的冲冲，这边冲冲就有点茫然，什么情况，兄弟们？走了走了走了，疯掉溜了，屌，很慢哎，积分很慢哎，这是吉普哎，溜了溜了溜了啊，还是被打伤了。 人数不清的打拐的那个车，对，就是那辆第二辆八六嘛。嗯。哎，阿童木将 PO 给打了下来，有机会能找角度去补他吗？想去，但是长龙后面还有一个，他不用着急。这边小左先出枪打残一个，长龙出枪连续打两个，都是残血。马云龙怎么被补了呀？这波，还是有点伤的，我说实话。嗯，因为毕竟是优势价嘛。 对呀、啊，你这个那悬崖的角落直接把快艇开上岸了，然后腿儿进去打。嗯，确实这种桥头之前有吃过亏，太堵了，不好进。是，佩洛还是被这个 GS 拖好久，而且他枪的那个动静很大，然后 KTF 一直在看这个方向，然后可能在找 CV 的时候就是、摸索的那个地儿。对，就因为他落的时候 BGP 不在这儿嘛。完了，出事儿了，长龙被放倒。哎，我就担心是这个，又被偷一个。 扛走，扛走！这个圈说实话太极限了，能待的位置太少了。是的，因为你机场内部的点都被排掉了。是啊，导致续的就是硬要顶牛排比，这波牛排比肯定是，如果要顶你的话，我就跟你直接 all in 了，你防续的人也不一定能支援 ，Posy 在车上直接被打下来。嗯，DBR没地方待了，再往前走17啊，可以收分，看看扫车扫的怎么样。那看这两分的归属权吧。嗯，来17点上了，鬼火打下来一个。 问题不是很大，两个人落地，贴脸了，贴脸了，他因为车上还有两个人落地，一打二是打不了的正面。Groza没有子弹了，哎，Jinji应该算是防守方，因为他不是很早就去那个飞机残骸了吗？嗯，他绕了一圈，他没停，他绕的是左边，应该没停。那就是没办法了，那打那吧，正面还是有点力，有点东西的。比正面打那吧还是狠啊。嗯。 是的，打那吧现在确实是，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韩国最强正面吧。嗯，天行，没车的队伍怎么玩啊？是天霸也不好进，哇，天霸往北往南我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地形，他好走的。嗯，幻神是在反坡的位置找到一分。这个中间太平了，这个决赛圈。港廷的 DK 是连续出枪，将扩影跟King都打下来了，哎，没卡也是顶不住啊。 D K 少收分数，劣势太大了，顶多还有 U Happy。 D K 唯一的问题就是个门的朝向，完了，这个门的朝向是朝向7Y和达纳瓦的方向，哇，这个角度你看，爽收。他那个位置啊，门口必须得要封烟，这开业大会了。是。蓝圈就在自己的屁股后面都可以想要防守，因为被下山，但是怎么贴？ 对他是活着的人，他是在右侧。我看越来越近了，哦，这边越来越近了，一路封着烟过来的呀。那么好清吧？还有一个主要是忌惮远点的枪线对他的干扰。对，还有一个加油打了，就是海边 BGP 跟 4M 快打了，给扎过去的，扎到了这个 BGP 的前面来了，拉出来打了一个，打拿瓦死路的枪线最后是带走了 Loki。 那其实贴着那个岗亭后面的话，这样的话 FTY 剩下的兄弟还是得要看一下南部这边的一个情况。嗯。屁股打的，哇，这 Zivia 就是一直没有处理掉，成了海边的，就是海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身份。他让我想起了上一周的 Summer。 是 Summer 不是有个那个精彩镜头吗？这赛前不是放过轮，就是他最后活下来了之后，一直在创造这个得分机会。对，啊 ，BGP 已经跟 4M 贴脸了。嗯，哎，王鑫更永远吧，这个反国好像已经倒地了。DG98扔雷，过点的时候 PO 已经被打残，但是雷的方向，效果其实并不是那么好。嗯。KDF 乱抽达纳瓦，直接将达纳瓦淘汰。嗯 可惜啊，手里没有伤害性投掷物了。嗯，确实，只能等烟散。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优势。嗯，
对枪啊，就是拼枪吧。嗯，我是没什么投掷物了，看伙伴侧翼打了一个，但是 toghter 原点的出枪是将永远换掉了。正面只有王鑫，小鹿这个时候也在过来的路上。王哥那边有操作空间的。是的，打了一个宋江还在伏地，就但是对方已经换位置了，在树后这个时候出枪宋江。哇，击倒了王鑫。这个跑位，是的。toghter刚到。看小鹿，小鹿有雷。爆了点在树后打掉了宋江，是这把有一面的啊，是有机会的，一个人了，是的，有机会的，还有两个，哎，外面应该还有两个，但是悬崖的位置要吃到原点天霸的枪线，这个时候要把状态打完之后往前顶了，天霸还在腿，还有点时间，就 FM 现在只能快打，嗯，招啊，有烟可以玩吧，但是被夹了呀，这个位置太难受了，原点天霸的枪线也比较多，三杆枪。哦 ，BGP 要走 ，BGP 贴车了。是的，那就变成了，那 FM 这里确实是不太好再去处理了。天霸直接过来啊，又继续再贴一波团，再贴一波脸。New Happy 和 FTY 啊 ，FTY 这里也是被淘汰。嗯，点 toghter 再出枪，把永远分数给收掉。天霸这把拿到六分，六个淘汰，目前吃到一个圈形吧，还行。悬崖反扑依旧是在圈 ，KDF 位置不在圈了，被原点 New Happy 限制住了。嗯，好，注意力都在天霸那边，周品言的出枪 toghter 直接被放倒了。那这样的话 ，BGP 只剩最后一个人。对，这局你别说，我觉得 New Happy 的机会也挺大的，他把这个山如果清完的话。他跟天霸要抢啊，要抢一个方向。他现在是场上唯一满编啊。是啊，他四人满编。New Happy 的劣势只是在于没有车而已。KDF 动了车，要被猛抽。阿童木拉出来的时候被打倒了，这个时候只能爬回厕所。但是侧翼 New Happy 的出枪，明明吕布出枪了，连续的击倒。Lash K 怎么说？只有一个人。对，也是个慢性死亡吧，这个位置。是的。这把反正淘汰分数是拿的差不多的。说吃不吃最起码这波回到 PCL 内战 PCL 出不来，三个人在马路上直接开腿了，拉出来是可以把分拿的，毫无反应，他还在直架 GFY 那个方向，他没办法，他只能硬架，但过点过点就要被天霸，没烟没烟没烟，这个时候明明还是一血伏地的状态，被阿童木收下来了，去下在后点无限输出，如果为了这个毒狼，哇，大马路干队，真的是为了这个毒狼，他完全暴露给了天霸和 GFY 的枪线，一点烟都没有。本来想架的时候，New Happy 三兄弟落位落的晚了，没找到掩体，没有直接往前面去冲，还是等了一手挂了个圈边的。我忘了个事儿，天霸还有雷呢，直接在脸上爆开。三打二了，枪线拉开，三打三，直接架住就可以了。出不来，而且前面的话呢，也用了很多的一个烟，身上所剩的这个烟的数量不是很多了，被锁死了，被锁死了。嗯 ，GFI 也是在等周品言给机会。你拖一点时间啊，这个小九的背带还挺多，但七七就已经不太多了。但最后这一下还打了 summer， 顶不住了。是的，烟快散掉了，而且子弹蓝圈要来了，已经不打算出这个厕所了，是对吧？现在就是在拖嘛。对，最后搏一搏，不想给分。是的，不给蓝给蓝圈也可以。恭喜天霸！恭喜天霸！是的，十个淘汰。